近日，汕头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长期学村困难残疾人救助办法发布，将从2024年4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9年3月31日。救助办法正式步建立江川华市生活不能自理界长期学村困难残疾人居家护理及治疗救助界长效机制，明确了救助工作按照救人、透明、公正的原则，对申请对象进行入户核查确认、动态管理，接受社会监督。第二区文光街道平东社区33岁的阿峰，到出世的时候患脑瘫，四肢功能活动受限，生活完全无边自理，被评定为肢体一级残疾。病情去世后，只能全靠母亲照顾。2025年至今，阿峰直接获得长期卧床困难残疾人救助，长量化卫生科相关设备，方便医界日常起居。有的是全家拢家己无病自理个，当老家出事搞大，所以脑瘫啦。平东社区60多岁的老人士，10年前因东方患上脑膜炎，痛心严重，四肢功能严重障碍，大小便失禁，无言语表达能力，生活完全无病自理，后被评定为多动一级残疾、低六级肢体。老人世界病情已故多年，如今伊只能由80多岁的老母亲职能照顾。2015年至今，老人士也值得获得长期卧床救助。东方路参谋里，你不走不走，你都一搞不唔知下面叫叫点唔叫，扛起点路靠，对下厂人坐在当心啦。自2015年以来，我市政治部加强对长期卧床困难残疾人的救助。其中，第二区每年有400多名符合条件的长期卧床困难残疾人得到救助。至今，累计发放居家护理及治疗救助金525万元，救助标准从起初的每人每月100元，逐步提高到今年的每人每月150元。我们平时是入户，有时是会联合一些爱心企业家、慈善机构，到他们家进行一个关爱和帮扶，做到暖人心。为着力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及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政策部强力强创我市生活不能自理界长期卧床困难残疾人居家护理及治疗救助界长效机制。我市更新发布了汕头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长期卧床困难残疾人救助办法。救助办法从2024年4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到2029年3月31日止。配合明确，救助对象为固本市户籍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基础性困难家庭、特困经营难忘、高知事实无能补养儿童、特困职工等特殊家庭等调残疾人证或残疾工人证，生活不能自理，多加增加治疗护理职能以上，且具备相关条件的残疾人，具体包括四肢瘫、偏瘫、坐瘫的重度肢体残疾人，患有严重躯体上疾病的精神残疾人，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恶性肿瘤、重症肝炎、严重颅脑外伤、心力衰竭、呼吸衰竭、严重意外创伤等7类动态疾病，长期卧床多加增加治疗及护理的残疾人，经区管长量入户核查确认，并报理事长签名认定的其他长期卧床残疾人。救助办法中，新增加了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以及残疾军人，然后将这些群体纳入保障范围。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市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困难残疾人居家护理、治疗救助的长效机制。救助配合方面，确逐步提高救助标准。2024年起，每人每月150元；2025年起，每人每月160元；2027年起，每人每月170元。救助对象只需办理直接申请手续，经审核符合条件者，列入长效救助范围。若小次申请救助的残疾人，需向户籍所在地区管长量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资料。
符合条件的残疾群众可以向户籍地所在的区县残联提出申请，区县残联受理后在15个工作日内组织入户核查，按本救助办法规定的条件统一核实。救助配合提出，资金发放按渠道发放，区县残联到每渠道每个月月底在月发将这渠道救助资金到申请人指定的账户，并将救助对象变动情况开报表报市场量变化。市场量是需要不定期组织抽查复核，对孤儿冒领者兑付冒领救助金，请责任董解依法追究相关人亡责任。区县残联要为每名救助对象建立档案，实行动态管理，每年至少组织一次上门复核，及时掌握救助对象的生活及健康状况，对已去世、康复、户口迁出本市或经济改善者应予以减员，并从发现次月起停发救助金。清明在临近，自杀活动增多，自最近话此桥明显升高，江水平少，大风超级天气多发，林区防火外窗不容松懈。加上来后江区自针对黑区山林增多的实际情况，临近责任两调，警觉防范山林火灾的发生，确保外窗。为防范山林火侵，后江区一时责任做到强基址、庄王涛、小路口、爆山涛、丁鹏涛、灭苗涛。每集到后江区达波社区川初溪路口，江泽南湾认真检测，台石山扫码控制，事后是带向直前抓顶，耐心劝导控制，卖是带火警上山。有抓，可是抓什么有无？所以山顶注意防火啊，了这种木材哈，了咱个凹箱开啊哈，稍微别将山就冷起哈。对江泽南湾个检测，控制大多表示集体个理解。有必要，有必要，这个非常好，人能注意，是不是比较好？针对黑区山林街个实际情况，后江区共设立森林防火检测点73街，按照区街道社区执法公安四级力量配备特坑，日间出坑人员五百多人，严查严管严控许多火警火源进山入林个行为。若按照慢结会管理模式，后江区全区共划分包山头地段100多街，落实区街道社区三级跨高责任，日间出动松山护林人员跟采人车，做到广告人台河林防主火。而此同时，后江区将从二景监测体系，从零森林防火检测点到山流木点、无人机巡判等加强监测，确保及时有效发现报告，加消毒风险隐患。我们这个在半个月前就开始准备，所以我们这个卡口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卡口啊，所以我们配备了近30人的一个守护的人员，我们配备了大量的工具，这个就是消防车、消防摩托啊，还有这个防火把，还有镰刀，还有锄头，还有这个消防水桶。除了这个卡口的检查以外，我们这个山上的网格还配备了10多人的一个网格人员，宣传巡逻啊，对发现这个携带这个火种的纸钱的，我们就马上进行制止。到做好山林防火工作的同时，后江区也发出清明文明指数倡议书，要求黑区各边镇服务场所倡导控制文明扫码，杜绝火灾发生。到后江区央视望远记者团到，有工作人员正到园区设立个钱纸集中存放点整理，并修复扫码控制焚烧钱纸。我们有工作人员专门在园区巡逻，倡导文明祭扫，帮助有需要的群众人员把纸钱存放到我们的集中点，然后才统一焚烧。为应对突发情况，无分干净能源和电视检测消防设施，确保关键时刻充足的水量供应。每个消防水龙头都配备了100米的消防水管，确保覆盖整个园区，还有周边森林。如果有突发事件发生，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可以利用这个水管对火灾进行扑灭，
预计清明期间扫墓人流较多，要扫墓的市民群众提前到公众号预约，错峰扫墓。进入园区后，请听从我们工作人员的指引，文明祭扫。近日，华中大厦黄亮顶的王刚到路基发现一只受伤的鹰，疑似袭击专业救助。经三交派出所后，这只鹰被送往东山公园动物园做治疗。经确认，伊能救助的这只鹰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蛇雕。三月十八号，华中大厦黄亮顶挂灭王刚从保税区一处山顶落来电视。都江道路边发现一只疑似受伤的鹰，趴在这个位置吧，然后半闭着眼睛。我们靠近的时候其实也挺害怕，会有一些警觉，然后眼睛睁开。我们靠近的时候会眼睛睁开，啊，他会看我们一眼。但是，当我们戴着手套过来靠近他的时候，他也感觉到我们在救助他。电枪王刚打，这只鹰体型比较大。唔知具体是甚物品类，但担心属于国家保护动物，就挂难下落，将这只鹰送到派出所。发现它这个这么大的身体啊，大概长度也有个大概半米左右，是吧？那肯定是国家保护动物了。放在这里的话，如果任凭它去死去的话，或者说是被人给捡走了，这个就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了。所以我们还是得救助它，然后把它送到了这个广澳派出所。进行了救助。随后，这只受伤的鹰被送到东山公园动物园进行救治。经检测，伊个膝盖骨受伤。当时嘛，他就是这个右翅膀，断裂，而且伤口有大概两厘米长。另外他那个一只那个右眼也是看不清，模糊了。当时他就是。站都站不稳，叫做那个翅膀因为受伤嘛，它都失去了平衡啊，处于半卧的这种状态。应该乌毛听灰黑色，头部为乌色，上麦甲周边听青亮黄色。据了解，这其实是蛇雕，又称蛇鹰，广泛分布到东南亚甲外国华南等地，被列入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二级。蛇雕这个主要是它在那个树林里面，主要以这个蛇、小蛇为食物，但是偶尔也捕捉一些小鸟啊、鼠类啊之类的。目前，这只蛇雕送到动物园做进一步治疗。当时就拔回来以后，及时给它处理，给它处理伤口，清洗伤口以后，上那个永安白药啊，上那个眼药水啊。这个因为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还要需要一段时间的，我们那个给他那个救助啊，给他治疗。保护动物，人人有责。定调王刚发现受伤蛇雕后，不是一走了之，而是及时施救，用十指行动，穿石堆，带自己的爱，特地点赞。车辆儿童能发生碰撞，应该第一时间落车，推到人口受伤，车辆口受损，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每一个交通参与者应该做的事。但市民小黄人丹。我一想，夜晚开摩托车，跟另外一只摩托车发生碰撞，刺破后，对方却只是拖了一马，就不顾自去。伊希望有目击者提供线索，或者是附近的商铺能够提供视频，协助伊找到对方妥的说法。小吴，三月十七号下午五点半左右，夜晚开摩托车经过市区北花路海棠东黑附近路段的时候。一名男子开摩托车从路边逃出来，双方突然发生碰撞。爷妈交警人报道图诶，只鸟应该该大脚背物件，了就挡着拖车。伊拖车的时候，该只乌刷，了伊也无腿，了就即逃。了我妈妈即开出来时候，但伊挨杀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撞了么了就该人刺死。个小介绍，但是对方发现爷妈报落去之后，只是抬只目，然后就离开。这人一人非常生气。我好意，当时伊就当我妈妈跟我妈妈撞伊嘞，咪倒就去了。了，看到介只乌色个乌刷，究竟当时上网查么？发现介遐偷摆遐破坏摆，所以始终也无变当靠车摆去找到这个人。小翁达，事情发生后，爷妈被幺二零急救车送往医院，目前获得进行一系列的检查。擦伤了，发炎了，惊着，始终在左手旁边抬起来，了惊，了伊今日
讲，但系头行我啲家开始讲讲，所以就用那行时到呼吸咯，就对我来讲，其实能未做呢就好，但是我希望是强制只要行为，能毕竟是那能出了事故，冇那只力道，就是就头哎。小翁表示，路上发生碰撞，无论如何，拢冇直走了之。而且短时间保护现场，救治伤亡。伊希望在请者能提供线索，让该阿妈发生碰撞的男子负起相应的责任。麻烦那户附近的子在请人来给我们提供的线索，小王调的去帮个监控，只要行为较好，可耻的，该唔到。三月是恶劣风月。为政治部弘扬传承雷洪正先倡导弘扬友爱互助进步计支援红埔正先。明早此调铺慈善会开顶，恶雷洪支援红埔行动及负责助群爱心活动，通过发放物资、义务义奖、助农山边义卖等红埔方式，奖金雷洪正先传递社会正能量。活动到此无名配计指导的开顶，主办方向当地空人家庭。发放了米、面、油等爱心物资，维护人网即开展义务义奖，为当地群众提供医疗资讯及推拔服务，深受大家的欢迎。感谢慈善会为我们举办这个群众举办这活动，希望我所以乡里人来这个义奖啊，参加这活动就方便。到现场，主办方花举办左龙山边义卖。深水、胡萝卜、白灵芝、黄芝等农夫薯饼非常新鲜，庆贺在空中制作双狗。我们帮助这些农民来销售这些产品，我们同样的价钱是没赚钱的，我们潮府慈善会是没有做生意的，是没赚钱的。这个义卖活动呢，就是帮助这些农民，直接的价钱销给那些群众，让这些群众也能够享受到优惠的价格。针对行动不便的困难人员、残疾人等，志愿者及此不明配的工作人员，花上门入户，向人送上爱心物资及慰问金。来，小王在挂钩呀，身体健康啊，好好做一下，做一下。不少学生也纷纷加入志愿者服务队伍，伊能利用周末时间来到老人家来，为需要照顾的老人提供暖心服务，传承雷锋精神。来到当地的老奶奶家里面，帮他们做一些家务劳动，比如扫地、擦桌子等，希望老奶奶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好。据介绍，本次活动共收获困难家庭近3000户，调集物资总计得200,000元。调铺慈善会表示。将提速组织开展更多支援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弘扬雷锋精神，旨在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同时在社会形成人人学雷锋、人人做好事的良好氛围。南新华创保护林是直整面试强制出席，是环家庭暴力法倡设计动摇之道。是南明发言，为了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子女及特定亲属的人身安全，确保婚姻案件诉讼程序正常进行，日作出个民事裁定。近日，珠海有人因为如此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被法院以拒不执行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遭到全国上诉受理。根据当局新闻网的报道，珠海的张某虽然甲前妻离婚，但无离家，一家三人还徛做一，却如此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对前妻大打出手，并恐吓威胁。本案珠海市乡州区南面法院以拒不执行裁定罪，对其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我国反家暴法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但也注明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之件。据此，张某在此有款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若张某的施暴行为理应受到反家暴法规的约束。近年来，全国各地法院发出了大量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但因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而被判刑的情况，或是对此，
珠海乡就欢迎彭丽改这起全国首案，停改了顽固南新挖创保护人的暴力男，捍卫了南新挖创保护人的强制性、约束性、甲严肃性，也面向社会敲响了法律警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例男性挖窗保护人挖墙实行法律若干门多的规定明确，被申请人违反男性挖窗保护人，符合刑法第313条规定的，因各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处罚，但是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处理。近年来，各地也不乏违反男性挖窗保护人的人，但大多数采取了封禁、罚款、拘留等停改措施。甚至有数人未受到任何惩戒。珠海市乡州区法院以拒执罪判处家暴男张某八个月的刑罚，但当宣告了违反男性挖窗保护令界违法犯罪属性及负面界法律后果，释放出强烈界正面信号。